立委补选进入倒数阶段，新北市长侯友宜十一号晚间下班后，特地赶到三重陪郑世伟扫街拜票。沿途经过店家，每户都走进去亲切打招呼。两人从正义北路出发，街上民众超热情，握手合照、拥抱，样样来。侯友宜、郑世伟与市民相处起来，就像老朋友，展现十足亲和力。他坐着写，坐着写啦，你莫安尼孤位啦，对腰不好啦。哦，我就叫过侯市长跟韩市长还行的。日前因为腰伤缺席合体造势，侯友宜这回真的来了，让郑世伟士气大振，就怕汉子腰伤复发，赶紧备妥板凳，让侯市长坐在上头为竞选看板签名。侯市长在上个礼拜四开始就针对我们三重的乡亲110,000户的一个语音电话，他已经在发功了，所以说现在又本尊又来了，但是我还是担心他的腰伤了。炸爱饼。晚上也要拼，拼跟我们所有市民的感情连在一起，这是几民百姓哈。侯友宜强调，选前市民牌最重要。同一时间，民进党立委候选人于天也请来桃园市长郑文灿和屏东县长潘孟安助阵拉票。三重立委补选短兵相接，最后一周蓝绿全力冲刺，不放弃任何拉票机会。谢焕君SNG小组新北市报道。